是不是？这就是永续的概念。当我们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很希望就产生冲突的时候呢，就啊，有些人说要做这个，有些人说不要做这个。我常常解决的方法就是问他们说，你不要说你得到什么好处，你得到什么坏处，能不能问你的孙子得到好处是什么，你的孙子得到的坏处是什么？用这样的角度，除了说可以减少那种直接的对立，有时候也可以让我们去思考长远一点。我们现在的投入，如果说只是做很短期的这样子的回收，是值得的吗？是不是？好，那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争执，这时候就把眼光放远一点，气氛也缓和一点。好，那这时候来讲的话，常常有可以得到一些好处。那我们之前这个也是有一些步道，就是旁边有一些崩塌，然后要做一些改善。那有时候村里长就会说啊，这地方就要把它空起来，对不对？啊，就哇，有时候就觉得那个破坏非常的大。然后后来有一些在地的守护的社区的人就跟这个要把它整个毁坏的就产生很多的冲突，就后来就说哦，安排限勘。那到了限勘过程就剑拔弩张，对不对？哎，结果后来一对老师，幼稚园老师带了一群的娃娃兵在什么践行。然后呢，在那个过程里面，后来就说哦，要看到那棵树，要把它画下来。当那小朋友知道那棵树准备要被砍掉的时候，每个都泪眼汪汪，对不对？然后就跟那个里长跟他讲说，怎么样？这里有龙猫呢，你看不到而已哦。那各位，龙猫，你要，对不对？各位已经过了看到的条件了，是不是？好，是不是？你怎么可以把那树给砍了呢？是不是？然后那个你一来我一往，那碰到那个娃娃兵，你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把这棵树给砍了？是不是？所以后来是谁胜？当然是娃娃兵胜啊，对不对？好，那我要讲这件事情来讲，就是说，以后大家如果碰到这些事情，有时候你也可以用比较，就不是那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有时候是把长久的好处跟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事情？你的孙子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好处？你的孙子有可能就是那个老师带的那个娃娃里面的一部分啊，是不是？好，所以在地的蹲点累积下来，其实你是有话语权的。好，那我们当然很希望这样的话语权可以要借由各位的这种在地的这种这种串联跟这种合作，然后来巩固更好的一个环境。大田鳖，大田鳖，鳖乌龟鳖的那个鳖，对，大田鳖是水生昆虫，好，它不是那个嘿，它是那么大的虫子，好，那个是很现在已经很稀有了啦，哈，这个是以前台湾来讲的话是还算蛮常见的物种。苗栗通霄，对对，发现它的故事也是很有趣啦。那时候就是这个物种在2012年之前曾经要把它列保育类，但是不太敢列。因为已经将近30年没有人在野外看到它的栖地，偶尔会捡到一两只死掉的个体，所以呢，那时候林务局就发了案子，就是说想要去看到底台湾还没有大田鳖，因为你不能列灭绝的物种当作你的保育类，你不能列恐龙啦，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哈，对，所以那你要先去调查。那调查，那大家想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种北部开发的比较多，对不对？所以第一次的调查就往南部做，那南部做了一年没有看到，就放弃了。然后第二年来讲的话，就委托另外一个团队，就说嘿，再给你2年来看看是不是还没有，跟前面一个团队时间不够，是不是？那他想说南部没有，那我就往山里面做，大家听懂意思吗？啊，结果呢做了2年尾声，说也没有。好，然后准备说宣布大田鳖灭绝了，就我们不小心在通霄那个地方就看到，在北部，对不对？他意思是说，很多的东西它不见得它会离开了，它只会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说环境不好，那我就不见了啦，
不见得我说会往你想象中的深山跑或往南部跑，因为那个水土不服了。好，所以很多的东西大家不要想说，哎，这东西来讲的话，是不是这个要更深山才有？其实有时候未必，很多东西很多周边都有这样的一个物种在哈。所以呢，我们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借用一个这样的广告，是不是？所以你要考量很多的因子，好，你会知道哦，它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对不对？然后呢，它是不是有一些救护的一个设施，对不对？交通方不方便？好，睡觉的时候来讲话有没有很安全安宁？那有没有教育的一个场合？啊 ，shopping 来讲 O 不 OK？ 治安怎么样？对不对？周边的环境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考虑一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综合的考量。我们通常不会说啊，因为考量这个教育，所以其他东西我都不管。那但是我们台湾我们在处理很多议题的时候都是单一考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要做道路，就是除了道路其他我都不管。那这个地方来讲要做排水，除了排水以外全部都不管。但是事实上做很多事情，做这件事情，但是有可能会弱化其他事情，你到最后你还是要用钱来去弥补它。好，所以我们都慢慢都希望就是说，要尽量不要单一思考，而是应该要综合思考。但是现在的公部门，因为我们的分就分得很细嘛，哦，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这个东西是属于谁来办的。但是很多事情是我做了它，会造成别的东西的弱化。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有时候一不小心，所以反而会造成更重大的损害。那在地的守护其实就很重要，就好像我们进一个家，我们不会只看一样。我们就是综合的考量，所以当一件事情进来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就是说他可能某些事情得到好处，但是有没有事情可能得到坏处？而得到坏处的，我应该就要花更多的资源去守护它，避免它劣化。哦，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守护的一个基准哈。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地区、社区，好，然后到家里面，好，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我讲的太慢了一点。好，有一些东西比较学理性的东西我把它跳过了哈。这边其实一路下来只跟大家讲的只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台湾的物种，因为我们的栖地，因为我们的就是说破碎，或者是讲说我们的那个复杂性，所以我们的特有种变得非常的多。好，简单来讲就是对这种山椒鱼而言，远远的那一座山，这样看过去其实很近，但是他如果说他要过去的话，他要先下去然后再上来，那是很远的地方，是不是？好，所以这里面分隔久了以后，这个地方的环境跟这个地方的环境就不一样，所以呢，慢慢他就适应这边的环境，那个物种就适应那个环境，所以久了以后，他们就变成两个不同的物种。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台湾特有种特别的多，物种非常丰富的原因。相对而言，当这个地方被破坏掉以后，你不要说它可以过去了。好，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了哈。好，那这边来讲话就是讲说，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看到这些物种得到一些我们的享受以外，那我们进一步去守护它，因为它确实对，像刚才讲到花好多时间跟大家讲说。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哈。那首先我们就要知道，一个至少我不要想说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我至少要避免它得到坏处。所以呢，我们就为什么我们要做手作步道？为什么做个步道我们要花那么多的功夫去做它？就是希望我们做的事情，除了对我们有好处，我们要享受更多的自然环境以外，我希望对它的影响越少越好。所以我要很小心，就好像我现在要做捷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哇，很多都已经地下化，对不对？然后呢，即使有很多的工作井在上面，你要做很多的这种交通维持计划啊等等之类，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尽量不要去影响到既有的人的生活。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是我们起码在做很多观察或者是在做很多步道的时候，我们起码的一个叫做态度，好，这是很重要的关键。那既然你要避免去影响到它，
那你就知道他如果我们做不好，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这代价是我们不要看到，所以你要知道他可能会有哪些影响，你知道有哪些影响，你才能够有所避免。好，比如说一条道路，那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做那种就是一个马路这样直直这样一划就划过去，或者是康庄大道，特别是步道或者山区道路。你看，我要在这个地方要做一条路出来，所以呢，我就要去砍，对不对？要把这个地把它整出来。那把地整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路越宽，那它其实消的除了这个空间以外，它消的这个空间来讲的话，其实会是更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很多的那个山区道路来讲的话呢，它其实你看它那个坡感，对不对？有时候是很高的，所以不是只有吃到道路本身而已，你越宽，你要削的就越多，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呢，你要那个破坏的那个范围就越大，所以一公尺跟两公尺宽的道路，它其实它的破坏不是一公尺跟两公尺，而是怎么样？是它旁边的边坡可能一差，可能就是差到十公尺都不一定，所以在国外就有很多就是那个线型的调整哦，就未必一定要直，它有时候会依据它的地形弯弯曲曲的，好，这是一个好，就那如果是弯弯曲曲的，它很多都要去做一些微调，这时候就不是那种好像那时候按图施工，有时候所做步道可以做的那个细致的程度，其实才是那个避免它大挖大填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好，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一条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好，这是教科书里面列出来的东西。哦，你看七地切割，哇，好专业哦，是不是？哦，所以这个太学术了。还是回到刚才讲到那个生态的东西，都尽量用人的语言来说，大家就可以迎刃而解。好，他在讲什么？什么叫做栖地？我喜欢用人类比较常用的字眼，叫做一日生活圈。我每天要用的环境就叫我的栖地。好，所以呢，什么叫我的栖地？我住这里可以吗？这是我上班的地方，这是公园，这是小孩子的学校，是不是？好，这个是可能是这个好，这个老婆上班的地方，是无所谓，反正这是我的家，家庭每天会用的空间，所以在这里面发生的所有的变化对我都非常的有影响。当做一条道路可能对有一些对我可能我上班可能方便，但是呢也可能会造成不便，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不便，因为方便本来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嘛，我们不想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好，我住在集合式住宅，所以那个道路会经过集合式住宅吗？不会啊，谁坐谁倒霉嘛，对不对？里面坐一千多人，是不是？好，所以他不会，但是他可能会动工厂，大家了解我意思？好，所以工厂就被征收了，好，所以老板可能拿了钱走了，但是有人就失业了。好，这个空间被吃掉了，栖地破坏。好，栖地破坏就是这个意思。本来我可以在这边利用，现在我不能用了，因为被你吃掉了。好，那这个来讲话叫栖地劣化，什么意思？本来我以前，吃完晚饭，带小朋友到公园里面散步。正常吧，旁边突然丢了一个大马路下来，哇，是不是车水马龙？我就很担心小孩子在那边骑脚踏车会不会被车子撞到，会不会担心？所以呢，公园还在，但是它的品质下降了，这叫栖地劣化，对不对？好，那这个呢？这样讲好，这个、是小朋友学校好了。那以前来讲的话，同学路这样子过来，然后小孩子这个上课来讲的话是很安全的。马路离学校还是很远，
但是呢，它刚好就是在每天小朋友要去上学的路径上面，是不是？好，所以呢，我们就很担心他过马路会不会没有注意到，可能会发生这个危险，所以我每天提早半个小时来接受，会不会对我造成影响？是不是？基地阻隔，所以很多的这种东西哦，大家不要把它想哦太学术的东西，你用你自己的人的角度来去思考，就没有那么辛苦了。好，那所以呢，你要哦，在特别的时候，你看很多的道路，特别是基隆，我知道，那个在某些时候，那个车子一开过去，满路的那个青蛙干、蛇干，是不是？好，对不对？它不会每天发生，但是它就在特别的时候发生，是不是？就是那种他们叫过马路，大量过马路的时候，特别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很煞风景，对不对？人家在谈情说爱，然后把人家，对不对？这个好，那有的靠水边也是一样。你看哦，一个天然的水下来，在不同的地方，从干到湿，就有不同的地方的物种在那边生活，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要在一座皮塘或者是水边、河边要做一个步道，请问一下，你会在哪里做？我不管在哪里做，比如说我在这边做，所以呢，我就做怎么样？有点类似沿着等高线做，对不对？所以呢，破坏的是它全部，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坡度嘛，所以呢，可能一不小心就把所有的台湾泽兰的环境全部一整条这样子把它破坏掉。所以呢，很多的这种就是说这种考量来讲的话，都是可以预防的，感觉上好像这特别对谁不好，那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哦。那有哪些地方来讲话是特别的重要？好，那农地也是一样哦，它如果你处理不好，你会影响到刚才讲到鱼类啦、水生昆虫的过冬啦、一些物种的移动啦，哦，特别是移动，像很多的田，它旁边的杂木林、田、皮塘，这都是一个联动的，所以一条路开过去，农路也好，步道开过去，有时候它就过不去，那就是会造成很多的。刚才讲到，过不去就找不到老婆，过去了，然后呢，这个在马路上面逗留，很多就可能就这个在这路上就很多的伤亡，好，那这都是我们不乐意见到的事情，好。所以呢，步道是让我们亲近大自然，我们哦不要去侵入其他动植物的生活，融入地景，尽量让这件事情进入，让这边物种都没有感觉，好，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互动。所以尽量用这种地景的概念里面去布设这所谓的步道，而不是那种就是我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对不对？也完全依照我们的这种很粗暴的概念去做这样的布设。好，那这边只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大家不要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大家不要想说这个东西做事还在很深山，在都市地带其实就要避免这种事情。好，比如说这是台北市，这是哪里？广慈博爱院这一块。好，广慈博爱没的那个新任的台北市市长都想动的，对不对？好，调查到猫头鹰、菱角枭，那时候台北市政府的官员问我说：“这环境很好吗？为什么有猫头鹰？这样环境很好吗？”各位，有很好吗？啊，猫头鹰在那边干嘛？啊，对嘛，来看一下广慈博爱院，猫头鹰在这边很不得已，大家知道吗？以前他可以住的范围那么大，结果呢？我现在我这只这边这几棵树，我只能在边苟延残喘。所以我跟他讲说，猫头鹰不是喜欢在这里，而是没有地方去了。那两件事情，第一个，在台北市这么大范围还是有猫头鹰在，是不是？他要的也不多，但是呢，这个地方在开发，他就没了。他要的不多，你把这些树留下来，它就可以活得下去，而且这种环境它都可以活得下去，你不能规划比它更好的环境吗？这很难吗？不会，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没有预先去做一些处理，
这个地方就没了。好，那我们再来看101的旁边，这是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象山，对不对？好，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就是捷运象山站，好，那时候他们是用那个叫中强公园，就在101旁边的那个，好，对不对？那时候又发现台北树蛙嘛，所以后来那个信义线后来有点延宕，那包括他的那个设计也做了一些调整。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工程师跑来找我，他说：“哇，那架衰，怎么会碰到台北树蛙？”好，那我就跟他讲说：“啊，你拜托一下啊，台北树蛙不住台北，你认为他应该住哪里？”是不是好？那我们就那说好了，好，那我们去看台北树蛙，我们就一起去看啊，这就是台北树蛙的基地，哈，就这样子，好，谢谢当初设计不良的工程师，因为那个排水沟高层有问题，水排不掉，所以那个水会积在那个地方，叶子会落在那个地方，所以台北树蛙就在这边，是吧？啊。很卑微呢，对不对？这样就可以活得下去，连这样子都不给我，太过分了吧？是不是？好，所以呢，要创造双赢很难吗？不会，但是呢，前面没有处理，后面就没有。好，这也是我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块，在南港，其实南港戏子再下来就基隆了嘛，对不对？好，那是什么？什么地方？什么还有一块地方，对不对？就是那个不是，那个202兵工厂，就是那个国家申请，就是张小凤老师跑去跪的那一块了，是不是？好，那因为他以前是202兵工厂，所以后来中研院他们就想用它来做什么生技园区的发展，所以就引发了那种有点就是。冲突就对了，因为那时候发展生技很重要嘛。那环评强行通过，因为政府重大政策啊，通过完了以后呢，才想说那我好像有点太过分了，所以想要做一点什么，做一点补救，对。然后后来就通过以后才跑来找我们，他说环评审查哦，冲突非常的大，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有人说这个地方里面来讲话有穿山甲，有白鼻星，有萤火虫，有飞鼠，然后他们就跟你讲说，你跟我讲的事情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大家听得懂我意思吗？是不是？现在这么热闹的地方还有这些东西吗？好，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做到202兵工厂的调查。好，那。这地方就是为什么呢？之前不能做调查，就是因为军事重地嘛，好，勤务进度。好，我们调查出来什么东西呢？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做这调查的时候，中研院的老师找我们的时候，我其实很迟疑啦。好，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说要证明他没有，比证明他有要来的困难，就好像鬼，是不是？你很难证明他没有，大家会说，当然你没有啊，你有三不五时在坟墓里面晃来晃去吗？你的调查样点不够多，是不是？好，或者是你八字很重，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的采样不够，是。那我刚刚就比较简单，是说我有看到，对不对？那我有看到就我看到啊，诸如此类。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怕担心说，我们没有调查到，人家会说怎么样？我们的调查。不够精确或不够努力啊，等等之类，所以我那时候就很迟疑。那后来我们就，但是后来因为很多 NGO 啦，还包括学界，就是反正环评已经通过了，那总是想说能补救就补救到什么程度。就我们后来去调查，就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一去做调查，就发现我多虑了，因为你一进去，所有物种都出来跟你抗议。好，所有什么都调查到了。好，我们来看一段影片。这个也不过就是差不多一年多一点的照片哈，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白鼻星、麝香猫、好穿山甲，好，这我刚才讲到全部都跑出来了，
好，啊，这是那个乌龟东哈，那个鸟了，好，好，狐群狗党，是不是？哦，狐群狗党，那狗哦，真的就随时都一群一群哈，这是那个狗太胖了，它就过不去。哎，我跟你讲，这很重要，因为那狗会咬穿山甲。哦，狗如果咬穿山甲，那穿山甲，哦，等一下有一段影片，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后来那个国际穿山甲年会后来跟我们要了这段影片，好，那翠玉鸠，你看，都是同个镜头，对不对？好，好，这个是人，嘿，他，所以那个军事管制区请勿进入，他才不管。这就是狗在咬穿山甲，好，然后从1:50咬到3:02，后来是穿山甲胜。好，但是问题是什么？这是大只的，小只的怎么办？是不是哦？好，对，你看这个狗真的是，所以后来国际那个穿山甲年会就跟我们要段阵营，你看看这哦，所以那个狗真的是不能放到野外去哦，这个对象。有听到这个声音吗？有吧？对不对？围墙旁边就大马路，是不是？好，所以我来讲说，其实。我们的物种没有我们想象中离我们那么远了、啊，台湾蓝雀，好，你看这围墙旁边就大马路哦，对不对？好，这是一只松鼠，哎，奇怪，为什么要拍那松鼠？是因为有一只凤头苍蝇下来吃这只松鼠，然后它就在那边表演那个石敬秀。就是在那边把那个一路把那个赤腹松鼠吃完的那个过程，因为太大只了，它带不走。有听到车子声音，对不对？啊，我要讲的是说，其实这些物种，你真的是，好，你看，如果把这个地方把它变成是水泥的，对不对？它就没有办法这样抓，对不对？找东西吃，这是很努力在工作找东西吃的幼獾，是不是？好，也很可爱，对不对？哈。好，这是穿山甲的宝宝，是不是？啊，超可爱，对不对？他万一他对不对？但碰到狗怎么办？对不对？有听到声音啊？这是一只食蛇就大官就抓了一条蛇来吃的那个过程。所以我们你看，就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有那么多很棒的这种镜头，可以让大家来看。